住在阿姨家，然后这是我从小到大小我六岁的好朋友他的房间。然后他妈说原本在装潢这里的时候想要把那个墙壁啊天花板全部都弄好，结果他们挖到一半突然发现天花板全部是以前的壁画，哎，太扯了，所以他们就这样留着。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只会在欧洲发现，如果是我家装潢挖开大概走壁癌，所以太美了。再给你们看一下浴室，然后我来之前啊，阿姨已经帮我做好了我的小化妆桌。哎，太阳太美了吧，好可爱。而且它是用休闲的家具帮我夹我的小桌子，让我每天早上起来化妆的时候窗外是这个景象给你们看。这个啊是以前 Cremona 的护城河旁边的小城堡之类的，中间的反正就是一个古迹，这已经700年了。哎，我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一间海鲜餐厅，那个名字超可爱，叫做项链的小鱼。这就是项链的小鱼。亲亲。他说这个是节瓜做泥，是吗？节瓜泥。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章鱼。哇哦，不要了。可以。有拍到我自己吗？面包的功能。那讲，我说要来。是有好几年欧洲的黑死病，因为死了太多的人，所以他们盖了这个去纪念死去的人。这个是代表他很大方，包的料太多，所以整个鼓起来。
今天是 Mondo Musica 的第一天，我们想说早点出门去买一些会用到的东西。早上阳光多美。这条路哎，我爸现在带我来走一走，一千路。我爸说他以前很多同学住在这栋特别老的建筑里面，因为房子特别烂，所以特别便宜。这台车是我的车哎，它是阿法罗密欧的 Giulietta。我爸说以前这个 pub 的老板就是他的房东，然后他们很吵，吵到我都不能睡。他说这就是我家哎，有点可爱，可是感觉有点不是很牢靠那个阳台。是靠马路的这里。原来每个朱丽叶都有阳台。只是我阳台有点破烂。哎，我们房东是很有名的男中医哎，在意大利。哦，真的吗？是啊。喝那么多酒还唱那么好，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阳台。哦，这个是朱棣的阳台。对，夏天的那个小浴缸在那里泡澡。哇，现在感觉是会掉下来哎。打招呼就在那里。Hey, welcome to my home。然后旁边都是鸽子屎。刚刚碰到一个超级 nice 的女生，她说现在这整栋都在维修，所以我要拿自拍棒偷偷看里面。酷！我妈说以前这户的人吵架啊，是直接把电视机跟床垫全部丢下来，真的是。所以这户以前住神经病，然后我就在这里。Vieni qua.
个剧本吗？比脸大。带你们去一家我很喜欢的店，从三年前就喜欢了。它外面还有这个，就是如果你想要进去逛的时候啊，狗狗可以放在这边，狗狗就不会逃跑。这家的 T 恤，这家是 eco friendly，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用有机棉，还有它的蜡烛是用大豆做的，所以就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然后这些东西超可爱的。就是你可以自己串不同的它小动物，然后感觉是金属外面上的什么釉之类的，反正自己画的。我很想要这件，可是他说只有 baby 有，大人的是那一个，大人是大猫、大豹、大鸟，然后小孩的就有小猫跟小鸟。然后这个手表也很酷。说这个是爸比在念书的时候就有的店呢，这家。进来就挖到这个宝贝，好像意大利每个人中庭的铁门，好可爱。Thank you.
一定都不屑什么 SLU 的，就是像家乐福一样，可是我好喜欢呢，我想把它带回去。Sì, sì.